好，来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第二首曲子，它叫做《蒙蒂戈湾》哈。其实他们这一首吹得很好，吹得比较好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不好的先演，好的放在后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。你说的？哦，是我说的。快点说！好，不要给何哥闹鬼哦。好了，我跟他们说吹不好都是我在丢脸啊，他们都不丢脸。他说反正我吹不好是你教的，我说哦好是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的是蒙蒂戈湾哈。谢谢同安国小的管乐团。好，然后我们要下台要鞠躬，来一鞠躬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刚才一开始表演的不错哈、哦。刚开始我本来想说大家也降下一下，那个叫黄少雅他们小心一点。好，黄少雅他们来到国中去，如果练习不够认真，等你们上国中再把他们干掉。那没想到到后面吹起来就有一点稀稀拉拉的。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来日方长，慢慢的练，然后练一段时间之后，绝对会吹得比他们更好啊、哦！我们再次给我们东安国小小朋友一个热烈掌声。